我米包的头。报备你去求精彩魔术，骑高链的现啊，或者是家去演奏写生，甚至是现场做传统食物，等等好看好听，吸引民众表演，都是为即马街头艺人展现自我的方式，也是为即马南投县的观光景点好看的风景之一。第一届的审查完之后，颁授证之后，这些街头艺人就在我们相当多的这些旅游景点也好哈，或者是相对的很多活动里面哈他们都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街头艺人的表演，那让民众都感受到说，从我们县内突然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些表演者哈，在县内这样的一些名胜风光的景点呢，还有活动里面的出现。刚开始民众都还以为我们是用经费来邀请，那后来才知道说是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街头艺人大家都给予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跟肯定。为了鼓励更加多心怀绝技的民众或者是团体，都能当踊跃来加入街头艺人的行列。今年度由南投县政府文化局所举办的街头艺人审查已经开始接受申请。对此，文化局长尤秀中也呼吁，有才能甲才艺的民众，会当伫八月底之前来提出参加审查考照的申请。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街头艺人这样的一个才能才艺能够扩及到我们县里面相当多的这些观光景点里面去充实一些像这样一些文化艺术的一些表演的这样的活动让除了增进这样的一个多元活泼性以外也能够让民众来感受到我们就是一个泱泱的这样的一个艺文大县，那所以希望有这样的一些才艺的朋友们我们把握时间请赶快来报名。街头艺人厉害才能和精彩才艺，不但让南投县的观光景点更加丰富看头，也带给前来铁佗游客更加多惊喜和快乐。文化局也强调，取得街头艺人证照，也更加会当保障在街头表演的权益。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